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有料。说到娱乐圈吸毒的明星，那可是真不少，比如轰动一时的柯震东，还有去年陈羽凡也被爆出吸毒，白百合被冤枉的事情，更是令粉丝难以接受。不料继陈羽凡后，又一明星吸毒被抓，而且还是母子俩一起吸毒被抓，令很多网友直呼是中国首例，真是毁三观啊。他就是九五后年轻的演员周文，他是童星出道，曾在热播剧《青岛往事》中出演承志。事发当天，24岁的周文和妈妈一起在片场吸毒，随后被警方一起带走。此事曝光后，网友表示都非常震惊，这简直就是毁三观啊！还有网友扒出周文妈妈就是个瘾君子，所以周文吸毒有可能就是他妈妈带上道的，真是毁了孩子的大好前程啊！对此，有网友表示这个真是中国首例，这绝对不是亲生的。对此你怎么看？下来讨论一下。